经过许多挣扎，经过许多困难，我们不怕输，我们不怕难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是神的家庭，带着神的应许，我要回到我爱的祖地，那个祖地，我要看见神国降临。我是神国降临，带着爱的能力，我要带来爱的复兴，爱的复兴，我用